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您乘坐南方航空公司的 CG6811 次航班。本次航班由乌鲁木齐国际机场飞往和田昆冈机场。本次航班预定航线距离为1049公里，预计在空中飞行1小时47分。和田位于中国新疆自治区的西南部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边缘的绿洲内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。和田以和田玉、和田毯和和田绸闻名于世。和田玉古称昆仑玉，其中的羊脂玉更是珍贵无比。古代的传国玉玺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会徽中国印章，都是用这种玉石雕刻制成的。和田还是新疆最大的缫丝生产中心，约占全疆70%左右的蚕茧产量。这里生产的丝绸柔软、轻盈飘逸，极具西域风情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已经抵达和田昆冈机场，感谢您乘坐本次班机，我们下次旅途再会。